野上跑者果然先走了，打成了一个中外野的飞球，中外野手过来落地形成了一个安打，跑者这时候上到了三垒，哎呦，这个球回传还差一点出点小状况。对，这就是跑的跑打的价值，这已经先跑，然后一好三坏的话，好球打，坏球不打，造成了一个一支一垒安打，让自己的队友能够推进两个垒包，先跑，打出去以后又是两出局，所以二话不说就绕过去就来到了三垒。